他在这段时间内都会在公平竞争，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啊，这个提出来对台湾的愿景的看法，大家都有共识，在朱主席领导之下，不管是谁胜出，我们一定尽全量团结，尽全量啊，尽全力来支持那个胜出人，赢得2024的大选。